宝贝儿。既然没什么，那我们就走了。谢谢了。不用谢，再见。凤姑，真没想到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我念在你照顾过一罗的情分上，没把你的事情说出去。算了算了。算我看错了你，这件事到此为止，我不要再看见你。不行，抱着吧。凤姑，你过来一下，我还有两句话要跟你说。你好好听着，一罗是我们顾家的命根子，谁也不能碰。从今以后，你再也不要踏进这个家门。你去吧，回去吧。哦。哎呀，哎呀，你还是走吧。我们都家都说了，以后不会让你进来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哎，走吧，走吧。我要找佳慧妹子的妈妈说话。做人要识相，你快走吧。我求求你了，大兄弟，就把这个孩子留下吧。可这是你自己的孩子。是佳慧妹子的妈妈搞错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跟我再绕来绕去了。钱我们已经给过了，你对我们一罗有情，我们对你也不薄。可是不能这样没完没了的下去。我们顾家可是通情达理的人家，我希望你也这样。可我的孩子，你要是再这样，我就再把警察叫来。哎。也将我与这个家的联系从此隔绝。外婆当然不知道，我才是他们真正的孩子。时光飞逝，十年过去了，
那个取代了我一切的女孩子长大了，她可不会想到这公主一样的生活其实不属于她。在静雪河的山村，我过着另外一种生活，从来也没有哪怕一闪念想想大山外的生活。我是整个村里书念得最好的女孩子，放学之余我为村里的老中医采些草药补贴家里的生活。小兰呢？来，慢点，哎，老官伯来，采的可真不少啊！等等，夏楠，来，给你娘拿去啊！谢谢老官伯。哎，慢点走，别跑。小时，一会儿听我弹钢琴。学什么新曲子了？来什么？我来。嘉豪。哎，跟你说别乱动，你怎么跑出来了？你，快，小心点。没事。这千万别乱动，你这。没事。慢点。出来呢，一罗呢？坏了，怕是不高兴了吧？一罗，琴弹得好好的，怎么就跑到楼上了？我们还想再欣赏会儿。你这是在干什么呀，一罗？你，嘉豪，你快来呀！哎呀，一罗，你知不知道这幅画有？你看看，一罗把唐伯虎的扇面给涂了。哎呀，我的小祖宗啊，太可惜了！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啊？你知不知道这幅画要值多少钱？你捣什么乱？你想干什么？你说话，你别装傻，说话。嘉豪，妈。你看一罗把唐伯虎的扇面涂成什么样子了？嘉豪，扇面就当他还没还回来好了。这么大声音也不怕别人笑话。一罗，来。算了。偷牛的陈金鹏请买释放回来，我和凤姑相依为命的平静生活在那一天被打破了。
闺女，我是你爹，我是你爹。怎么，想你爹了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从牢里出来，我还是你爹。哎，你娘呢？凤姑。怎么就剩下这么一个孩子了？另一个呢？让人家要回上海去了，这都是十年前的事儿了。就白白的要走了？你别骗我了，他们肯定给你留下钱了。用完了，你不在这么多年，用完了。哦。用完了，你倒会说，我在牢里待了这么多年，你们倒好，很会享福啊！啊，哎，你说，钱上哪儿去了？啊？真的用完了。好。哎，嗯。钱藏哪儿去了？这是什么？没什么，没什么啊！你怎么跟你娘一样，犟得像头驴？你别回去了，你在外面待一个晚上吧。金鹏，你这是干什么你啊？那你怎么了？这老子养活他，就不是让他跟我抢钱的。他就几个钱啊？这是我的学费。把钱还给他。耶，还是这谁家的孩子？哼！来，金鹏，你金鹏，金鹏，你这干什么你啊？啊，人家是上海来的中学生，是秀才，你干什么你？秀才。秀才就更不敢抢钱了，是吧？我们刚才是闹着玩的，啊，闹着玩的啊。哎，向南，你把钱拿过来，我们回去吧。快！走啊！走不走？你不走，我走了，你就死在外头吧。给，
我不是故意的。你什么不是故意的？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有个小弟弟，撞坏了你赔都赔不起。外婆，人家真的不是故意的，舅妈干嘛这样凶巴巴的？苏苏，不要对小孩那么认真嘛，一罗肯定不是故意的。妈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连医生都说这胎是要保的，哪经得起他这么折腾？我知道，苏苏，不用担心。平时啊，多当心一些就是了。啊，坐下来。这回啊，我这个大孙子肯定是跑不了喽。一罗，以后要当心哦。妈，没事，我刚才只不过是有些害怕。今天一罗又把我肚子给撞了。真的？嗯。其实。我也跟他说过好多次了，这孩子是有点没轻没重的。说了也没用，撞的时候妈就在跟前儿，什么都没说。他毕竟是个小孩子嘛，再说姐姐也不在了，大家宠他一点也是应该的。那是要宠坏的。我看他将来要是有了小弟弟，还能不能那么得宠？你说你一个大人，跟他一个小孩子斗气，你累不累？一罗可不是孩子。啊，你看他那眼睛，阴森森的，没那么简单。江，好，你呀，娘的，真厉害！看德王又输了。哎呀，德王，你都输了四盘了，你快走啊，快走啊，走啊！你怎么跟生孩子是这么慢呀？去去去去，你们家生孩子像下猪一样了，快着呢！下呀，你下呀，下呀，上炮上炮上炮呀！好了好了，马贝累了，马贝。肚子饿了吧？来吃点东西垫垫筋。爸爸，你叫什么？小兰。我叫马奔。上海来的。上海？你爸爸为什么要抢你的学费啊？他还会再抢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爸爸这样，你妈妈也不管啊。有妈妈总是好的，我连妈妈也没有。我妈妈两年前去世了，这次我是来给她下葬的。你多大了？十岁。比我小五岁啊。那好，以后你爸爸再抢你的钱的话，你就来找我，我来帮你。后天我就要回上海了。后天？嗯，你以后也可以来上海玩啊。哦，叫我了，那我们明天见吧。再见。
找马奔是吧？他家里有急事儿，回上海去了。这不，他让我把这个交给你，这上面有他家的地址。他走了？他爸爸病重，这会儿马奔该上火车了。火车？几次经过我们家的火车，从此在我心中有了特殊的意义。火车的叫声在我耳中成了最最雄壮的音乐，房间的颤动在我眼里成了最最美丽的舞蹈。叫谁呢？我叫你啊。什么黄历呢？人家早就不是队长了。你别看他，我就叫他队长。你别听他现在队长，队长叫的好听，过去就是当面叫队长，背后就骂我王八蛋。我现在想没这个事啊。我就来笑一个说法的。你们以前有人欠我的钱。谁欠你钱？谁欠钱？谁？谁欠你？他。我欠你钱。还有你，我欠你钱？你都吃这么多年官司了，谁还记得？你说我欠你的钱，我还说你欠我的钱呢。你看，说的来，因为你们吵什么呢？你吵，那你们吵，你们玩吧，我不玩，我走了。别，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就是想跟你们玩一会儿，行吗？你玩，你把钱拿出来吧。来，拿钱，来，你们快说。我今天是欠你们。不行不行，让我们陪你玩啊。啊，没门儿！来，谁陪你玩？你把钱拿出来吧！来，拿钱！来，我们玩。三个，哎，真是的！来，我再求你了！来，你输了，你这队长说两句了。狗日的王八蛋！凤姑，凤姑啊！我们准备去上海。去上海？嗯，去要钱。养了他们女儿那么些日子，哪能就这么随便给打发了？哎呀，金鹏不行啊，咱都跟人家聊了，咱得讲信用啊。哎呀！那点钱哪挣啊？他们有钱，有钱人家是不在乎钱的。你赶紧收拾收拾，我们马上就走，赶下午的火车。真的不行，金鹏不能去。我主意一定要去。要去你去，我不去。你胡说！你不去怎么行啊？我怎么认识啊？怎么找啊？湘南，我们去上海。真的？湘南，咱不去啊。哎，去上海过好日子啊，那个地方有钱呐。等一下，我马上就来。这车
是我外婆托人从国外送来的，这根本买不到。这一定很贵吧？当然了。是这个地方吧？啊？金鹏，嗯，别去了。到底是不是？真的，我求求你别去了，行吗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回住的地方等我，我他妈自己去。小南，走吧。那么好的东西你不会提，那不是白搭。我提给你们看。看见凤姑来了，谁啊？还有谁？当初想把一罗调包的那个女的，一罗呢？一罗在楼上。妈，您看花眼了吧？不会，我不会。那他来干什么？会不会又来抢孩子？十年前那次，我是无论如何忘不了的。妈，您别乱想，都过去十年了，不会的。家豪啊，一罗可是我的命根子。如果那个女的再来，我们干脆这次把事情摊到桌面上，做个一次性了断。对。一次性用钱了断，省得夜长梦多。他要多少钱我们给，但是从此以后，绝对不允许他在我们面前出现了。大夫，谁要来？上楼去。你是凤姑的男人，给，谢谢，我不会。啊，贵姓？我姓陈，我叫陈金鹏，你们就叫我金鹏好了。啊，对了，怕你们不相信，我还带来了和凤姑的结婚证，这下相信了吧？坐吧，陈同志，坐。凤姑，她怎么没有来啊？凤姑，乡下女人，笨嘴笨舌的，也不会说话，就是让我来了。来干什么呢，陈同志？你们恐怕还不知道，你们那个孩子，是我接生的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。你这次来，就是为了看看孩子？嗯。十年了，我真想那个孩子呢，真是的。哎，孩子呢？孩子的名字叫一罗。哎。
一罗呢？哎，一罗呢？他在午睡啊，不要吵醒他。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我没什么，我真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的。要是我没猜错的话，你这次到我们家来是为了钱吧？真是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真是没什么，我就是想来看看孩子，我想看看。嗯，凤姑对一罗是有恩的，这个我们心里明白。嗯，但是孩子现在长大了，我们不想让过去那些不愉快的记忆、那些经历留在孩子的心上。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这么跟你说吧，我们不想让任何对孩子不利的东西让他看见，你明白吗？我懂，我懂。这事儿，还真悬呢。咱们谁也不知道孩子他爸爸是谁吧？啊，接生那一天，我看见那个男的了，一甩脸就走了。这顾家慧也真傻，还没结婚就生孩子了，这在我们乡下是犯了大忌的。够了，这还够了。老陈，老陈，你过来一下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们索性来个一次性了断。我们一次性给你们一笔钱，从此以后，我们与你们没有关系了，懂吗？我们顾家之所以这样做，就是从道义上感谢你们曾经对孩子的帮助，但是不是没有底的。哎，我们希望到此为止了。说白了，我们不希望孩子知道太多，以免日后心理上会有阴影。那当然，那当然了，我什么也不说，你们只当是我是聋子哑巴啊，你们一百个放心。那就签字拿钱走人吧。啊？啊？哎，我说的嘛，我们帮了你们，你们也会帮了我们嘛。我们是穷人，真是没办法。我是端着十年大狱的，是被我们那个倒霉队长给陷害的。希望没有下次了。嗯，这个大，哎呦，这个数目还真是不小，我拿好意思再有下一次啊，真是不好意思。那好吧，老陈，咱们就到此为止。这是一罗吧？刘妈，刘妈，哎，弄一罗上楼睡觉。冬去春来，转眼我十周岁了。远方那个和我同年同月同日生的女孩，应该也和我同一天过生日吧。小南，老太婆。哎，今年过十周岁。嗯。小南呐，老冠伯也要送你一件礼物。你想不想跟老关伯学中医啊？老关伯，人家不是只收男徒弟不收女徒弟的。什么是穿男不穿女啊？老关伯可不讲那一套。我是看在啊你对你娘的一片孝心，只要孝敬娘，我就肯收。
你哪来这么多钱？这么多，偷的。总不是偷来的吧？偷的，你们退给我看看，啊！我陈金鹏长这么大，从来没干过这种缺德的事儿。那好，咱们今天就玩大的。娘，你怎么了？没怎么。那你为什么这样看着我？娘，就是喜欢这样看着你。小南，你今天十岁了，娘给你做了一套红衣服，待会儿你洗完澡就换上。小南，你要不是娘的孩子呢？那我是谁的孩子？你当然是娘的孩子。我今天运气不错，你看，来，再开再开，你来什么？你撞钻？追着来！钱呢？钱呢？拿钱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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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拿钱出来！没钱不行啊！没钱，谁给你钱了？我先借你们，我家里有的是钱。不借，你回家拿。我先借你们。回家拿，你回家拿去。来来来，给你把钱回去了，回去了，回去了。你回家拿，回去拿钱去吧。钱呢？回去。你看，你输钱就这份德行，是你回家拿去。我兜里有钱，回去拿。回去拿，回去拿，回去拿，回去拿！走吧你爸你，瞧这德行！德旺，老子跟你没完，就一条，我等着你。找什么呀？啊？钱呢？还有几个钱呢？没有啊。怎么没了？不还有几块票子吗？你藏哪儿去了？家里的钱你都拿去赌了吗？找不到钱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咦，你倒会藏了。就是这点零钱了，就这么多了。闺女洗澡你也不说避一避，避是就自家闺女避什么避啊？